每个防疫面罩重量很轻，但是有隆重的诚意。台湾的自然上人哈，非常的关心。好，我们这边的医护人员也好，我们的志工也好，每一位人哈，上人都是说，该给的、该帮忙的都要去帮忙。马六甲在地两所医院执行长亲自莅临静思堂。每一个的人员，护士、医生，包括我们的这个医师所，就是说在柜台做那个登记啊、收钱的、发明细啊，所以这些全部就是他们有 expose 的，这个都会派给他们带着。所以我是觉得非常感恩啊，很感恩大家的付出啦。就是我们也希望这疫情可以尽早结束。好的，但现在已经有多少个团体有送这个面罩给你们本带了哦？还没有，你们是第一组。我们是第一组第一个。那之前怎么办呢？这些医护人员？之前我们就是在外面都买了，所以就很缺乏了那个货。防疫当前，马六甲慈济人将制作10000个面罩。大爱新闻吕佳佳马来西亚报道。